夏天还没玩到水吗？现在有机会了，国际人气啤酒音乐节 Corona Sunset 来了，让你在台北也能用海边度假感把高铁机票钱全部省起来。在世界各地，也曾在台湾的垦丁、华山办过，每每都能造成一股热潮。今年只要预驾到台北淡水渔人码头光海广场，于10月14、15号两天登场，现场有超多派对活动，像是各种调酒、人体彩绘和 DIY 的饰品、衣服等着你。更邀请到知名 DJ 与实力派唱将，包括小雨、铃铛、佳佳和 Boxing， 不过真的只能等着二玩了。怎么参加吗？我们都帮你找好了，快上可乐那日落派对网站，拿到填写报名表的地方，只要你满18岁，按按键盘就可以轻松参加。祝大家到时候玩得愉快啦！